是虎旦，廣東百老匯館以名家演繹精品回饋廣大戲迷，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、振興粵劇工藝作出貢獻。首先打頭炮的會有一個折子戲《風雪山神廟》，講述的是百萬禁軍教頭林沖被刺背之後幾經周折，就被分配到去看守草料場。一場風雪過後，他被迫要在破舊的山神廟暫宿一宵。為我們主演的會有廣州粵劇院著名的青年文武生，現在在網絡都非常之活躍的陳俊文，以及青年演員吳少冠。我們熱烈的掌聲有請兩位。Yeah.
算把枪放衙门，衙中若是将回一刀把，是你吗？以后大家